接下来换我们的阿如。是，接下来要带来就是，哎，也是英国的一个乐团伊凡塞斯。对，伊凡塞斯。不过他们后来好像也没有新的作品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个比较红之后，就也很少有新的作品。那这首歌其实他们这个乐团叫做歌德式乐团，他们都有融合一点点声乐的唱法，对，在里面。那就跟大家分享这首叫做《带我重生》，Bring Me To Life。Yep， 掌声鼓励，谢谢。